南投县保利警公所偷偷面杀起情绪攻击，判同属如肉发痛，又请专业的工人搞民众来种洗盆栽，不止是在爱难先生，同时也是在清化空气，不败不卡改生活环境。安阳头一只玻璃罐地都种起个好植物，经过专家技术过后，连小朋友都做得轻松做到，天天点出成果。因为它是密闭空间，所以它水分从里面蒸发，但是它会沿着我们的那个玻璃壁再往下流，所以它是一直不断的做循环，所以在照顾上非常的方便。除了做洗洗一定影响生态观念以外，以前过新乡农民桥休闲农业区拍的珍宝小品表述发通，一疏导民众隔离，故所玻璃镇公所每头要摆发通当中特别安排的项目，不民众打错七个不卡的洗盆栽。我们都会认为说珍博是很昂贵的一个盆栽的一个作品，但的确也是很昂贵，没错。所以今天可以有机会可以参加这个活动，我们都觉得物超所值。那为什么要做小品珍博的 DIY？ 主要是第一个就是说，珍博呢是我们台湾的本种，好原生种。那珍博的话呢，垂手可得，而且它可塑形。会当透过咱小小的盆栽吼，啊，主要讲疗愈之外，啊，咱透过安尼会当净化空气吼，在咱的这个室内内底吼，在咱村里内底会当做一个上好的这个啊装饰的作用。保利镇公所讲，大埔同属的油窑发通，唔但将做得勤俭，亲自自建互通，同时咪做得圈圈来看植物生长过程。为了公所的当初建水管同好高的米路的考察，后部后生要行较多年反复空间，咪做得带通拆贴建筑发展，下个新闻的风气难得波涛。